林小猴，7:30你要自己做早餐了，有帮妹妹弄吗？在帮妹妹打。是哦，你好棒哦。来，下一个。爸爸下一个来，快点，下一个。零零五十三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零零，我是零一。那今天我妈妈买了披萨回来。披萨，披萨，披萨。好，那我们先拆，把剪。这个蝴蝶结不要。蝴蝶好喜。好的，再来这个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哦。这鸡腿和鸡翅两盒吧，这也是鸡腿和鸡翅。要一个，我们要打开披萨喽。好香哦！来闻闻看，哎，你们应该闻不到。妈妈都闻到打喷嚏了。这是烧肉的披萨。这有青椒哦，这是烧肉吗？这还是咖喱？青椒这个是，爸爸不喜欢青椒。你两个都有青椒啦。这边也是腊肠，这是我点的。这腊肠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烧肉。鸡。烧肉脆鸡。脆鸡。烧肉啊。烧肉是之前我们吃的。好。对，烧肉好吃。你想要吃什么？我想要吃这一整盒的。这一整盒呀，你要什么？腊肠。烧肉还是腊肠？烧肉。烧肉。妈咪，你要哪个？烧肉，然后不要手手。你再打开吗？这块。不要葱葱，不要青椒，是不是？对。你看吗？跟爸爸一样。不要青椒。腊肠的香味。哇，拉丝的。Double cheese 香，不要好了，我吃一碗就好。到底 Double cheese 真的比较多吗？我感觉不出来。有啊。你下次不要 Double 就好。这就 cheese 啦。cheese。来走。你才吃一。你吃几块？四块。鸡腿而已哦。啊，这是鸡肉。我吃两个。是哦。妈，你后面没有吃完给我，他吃了三分之一的。三分之一吧，那块脆鸡的是三分之一，还有这一块，这一边还有一块他的，哇，你太厉害了！我啥子好？一个披萨，你怎样？四个鸡腿，一个披萨，啊、哦，四个鸡腿就是五个东西了。对，大灰狼，你没没事。上只蝴蝶100多岁。嗯，现在大胃王比赛来到最白热化最后阶段，林小猴还剩两块披萨，妹妹只剩一只鸡腿了，到底爸爸虎视谁手呢？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哦。有没有要喝可乐的？不，你要比赛，我没有要比赛。要喝可乐还是喝雪碧好呢？我没有可代替的。嗯，都给你吃了。爸爸，那我一个鸡腿给你。没关系，你吃完，吃不完再给爸爸。可是我吃不完这个鸡腿呢。你咬到碎，把肉咬走就好了，骨头爸爸吃。爸爸吃。爸爸喜欢吃你口水，他不喜欢吃自己的口水。那你披萨给我吃吗？不要。你看吧，是你不给我吃的。你们不一样。你们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吃的东西也都不一样。的蜜的。嗯。的蜜的蜜的蜜的。嗯，我还是觉得去理想那天游泳池还是要戴泳镜哎，因为那个我一直擦，我一直擦我眼睛。嗯。
不准点那蚂蚁吃的。吃西瓜之前先帮西瓜按摩，这样才会好吃。我爱屁屁，我来，爱头头。先婆这样子，好，现在这样子，先直的，这里是直哦，线是直哦。哎呀，哇，他爆哟！沙西刀，岁月真是一把。西瓜汁都喷出来了，打开会不会是一个很大的？切下去的第二个籽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来切，两个都切一半，切半。我先切一半。不是，今天是把这一颗，现在就把这颗吃掉了，是不是？切一半，我想切。不要你那个，这边画几刀，等一下就可以直接拿起来用这块，大家用这个当做盘子来吃了。可是我想，你要怎样的？可是我想要这样子，有这样子半圆形的样子。不是半圆形的。对，所以是这样。对，这样好。对。你先这样切，然后。好的，小红说他要吃半圆形的。我也要吃半圆形的。好，来，把盘子拿来。盘子。盘子，大最大的。什么？我想吃西瓜果冻。西瓜果冻哦。看起来西瓜皮很好吃啊。真的是不是？这样有办法吃吗？有。还是要再切一半？你这样你没办法吃啦。等下把我开掉。最新娘的是小西瓜，小西瓜。姐姐，你看这一颗就像小西瓜了，对不对？这个，这两个就像小西瓜了，对吗？不好吃，那两个小西瓜。这个我帮你倒一半。西瓜，小西瓜。妈妈可以有个小西瓜给我吗？这里还会有。那这个西瓜的渣渣，它可以做西瓜冰沙。西瓜冰沙呀。这个是你的小西瓜，对不对？我的小西瓜，小心手手，小心手手，你的小西瓜又来了。好，我的小西瓜，爸爸，我是小西，我先拿一片走。没事，好。跟你说，你要切这样比较好弄啊。你那个那么圆，你怎么吃？姐姐，我发现我可以吃水果的呢。对不对？你那个那么圆要怎么吃？妈妈想要去吃一个小西瓜。好，等一下妈妈端过去就好了。来，我帮你把这个倒掉，好不好？小红，可以拿卫生纸。帮你把这个倒掉，好不好？爸爸准备小盆。哎呀，小猫咪呀！我的西瓜摔倒了。来，妹妹发生什么事了？西瓜摔倒了，来。好的，拿小盘子来，我们去你那边吃。这不是小玉西瓜，是越狱西瓜，是不是？好了好了，去那边吃，然后等一下妈妈帮你们拿盘子。哎，我吃，不要滴的都是哦。吃西瓜绝对要需要卫生纸。吃西瓜绝对不要滴在地上哦。好。旁边按的。锅盖开掉了没有？妹妹吃西瓜好可爱啊、哦！妹妹的是这个小西瓜的，没有籽的呀。这种小西瓜的，对不对？吃完一个还是要有籽啦，还是我没有？爸爸你要吃吗？你的，你的吃完就好了，爸爸拿新的就可以。要盘子这样了，用盘。哦，妹妹好贴心哦，吃剩的西瓜还想给爸爸吃呢，怕爸爸没得吃是不是？没有。想说爸爸喜欢吃你的口水。那有妈妈我都吞下去了。耶！吞下去了。来，所以妈妈说要靠近一点来。妈妈，你看我自己剥西瓜。
咔嚓一点，咔嚓一点，咔嚓嚓一点。妈妈，它原本是这样的。应该西瓜，那我就。西瓜的头的嘞。西瓜的头头。姐姐，我要来拼拼图了。西瓜的头头的外一个部分，你看，拼好拼图了。我要吃这个。嗯，我吃到西瓜皮的，好吧。吃西瓜可以消暑，对吧？嗯。我的嘞。哦，爸爸不能吃西瓜，吃西瓜会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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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吃西瓜真可爱呢。你说吃西瓜会啥？啦啦。哦，妈妈，这是什么？西瓜紫杉吗？这谁吃的？这豆妈妈吃的。对，豆妈妈吃的。小李才吃第一块而已吗？嗯。我一小壶，一个，一挤的，一挤的，把籽又掉。咬一口。再咬一口来。因为它有披萨可以吃，又有西瓜可以吃。哦，我把西瓜籽吃进去了，肚子会不会长出一圈？大西瓜。哦。会啊。又不是发抖呀。嗯。那我也要把西瓜籽吃掉。每次找到西瓜就可以吃到西瓜了。可重点是要怎么把西瓜从肚子里取出来？爸爸可以隔山劈西瓜，然后西瓜就在肚子里面破开，然后肚子就直接吃西瓜，省时省事又方便。那把西瓜籽咬碎，然后吐出来。你看妈妈肚子藏一个西瓜，妈妈肚子藏一个西瓜，把西瓜交出来。是要你的事吗？好、哦，有啊，那个都算我的。你好，你好，咱们家伙食可是办得好呢。我听不懂。这个月的伙食费又可是惊人呢。听说在全年买两只油鸡腿送一盒鸡蛋哦。所以谁去买了两盒油鸡腿？我们一起去买的。我把两颗纸推在肚子里，看我肚子里长两颗小西瓜。好，下去。你这是在做什么，小红？吃西瓜。小雨的美画。那你在画什么？西瓜。西瓜，我看一下。这个问题很严重哦。这上面的西瓜籽也太可爱了吧！等一下，好像爸爸脸上的黑斑哦。天！那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还有记得订阅我，还有按下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见。